位乡亲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好，今仔日真欢喜，伫北港妈祖坪有这个机会，邀请到咱北港地区，五位真有名的书法老师，来伫这个借着这个机会来写春联，各位乡亲拜年。我相信伫这当因为有时间关系哦，各位乡亲，大家一定拢真不容易，真付出。在这个付出的中间吼，咱借着这个旧年尾新年头这个机会，邀请这北港的来书法老师来写字，来甲各位向各位拜一个春，表示各位敬重的意思。同时嘛，看会当借着这个春联这个意气来驱走这个这当以来这个心情的郁闷，来迎接来年一个圆满一个新春一个快乐的一年。祝福各位乡亲当五谷丰登，迎来一当一当吉年，事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啊，除了这个写春联以外，咱嘛要请真来迄个刘金老师。刘金老师做这个红包袋啊，顶边画了真精美的这个迄个图，啊，嘛借着这个机会，当讲哦，各位乡亲带来无同款的红包袋，这个感觉，这个喜气。刘金，对，刘金是它的特色就是使用刘金的颜料，然后可以绘制很华丽的祝福的印记，所以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传递祝福的意念，这样。